Hello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自挖自埋栏目组啊！这里是自拍自挖自埋自填节目现场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婷。今天主角是面包蟹，首先我要用我练习了29年的铁砂掌啊，给这只蟹子挖个坑，准备把它埋了。哈哈，看到这里给我的铁砂掌点个爱心吧，喜欢本节目的加个关注吧，看我赶海直播。来，朋友们啊，只有涨潮的一瞬间，如果涨潮了，你在海边跑还是不跑，凭来的下方。温馨提示：带着朋友和家人来海边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了。一旦涨潮，抓紧跑跑跑，一定要跑！一些老铁看到这种作品就会给你双击，一些不给，不给就不给。八点之前看我这。那兄弟姐妹们，每当大海退潮之后啊，沙滩上总会留下许许多多的东西。咱今天赶海时啊，发现了海葵，海葵可是大补的东西。看到这里给俺个双击吧！有老铁说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给俺个关注，看赶海直播。哎，我发现咱家老铁们的好奇心真的是挺重啊！他说让我发一个解剖这个章鱼头，就给我双击。我，哎呀，我他妈的，这些墨啊，这除了墨也没别的呀！这家伙得给我双击了啊！喜欢赶海记得关注我。这鱼拿到，穿上呢？穿上，给我拍一下。拍什么拍啊？也没人给你小红心，也没人给你双击的，拍什么拍？你给我拍一下，都给我双击了。好吧。哇，好大！